Hi, 大家好, 阿扎雀, Hakka 报告新闻, Hakka Channel, 我是Hak人, Hak Si Yin. 今天是一年很伤心的一年, 一直听出来看到Steve Jobs 过海线, 问人是Steve Jobs 呢? Uncle Auntie, 你行出街, 你要看到的东西看到 iPad, iPhone, iPod, 行在苹果产品吗呢? 不好，不错啊, 一间公司看到苹果, 不过以前没卖苹果的, 而做电脑的, 一个产品, 好好用又好出名，万人都爱。见那个后生仔啊，好无咩人，迄个无眼能用嘅东西就用啊。就最重要，人家要笑你，好落口，迄个无用苹果产品。最见了就系四海人都爱用啊，直接点都抄人哋嘅东西，抄到好气，拿来烧温四海人，请民用嘅。唉，我就真系好伤心。 我哋要好崇拜Steve Jobs，而且一隻好會水嘅人，同埋好有眼光嘅人。Steve Jobs， may you rest in peace and God bless you。唔好嚇到啊，嚇人都是講英文嘅。拜拜。